本节目由限定珍稀娟山牛有机 4.0 克原生乳蛋白的经典娟山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京东首席赞助播出，京东超市买同款承包你的幸福感。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良品铺子高蛋白肉脯大片纯肉鲜香过瘾。本节目由和生源赞助播出，和生源激发内在保护力。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我们超爱吃。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披荆斩棘二》加更版。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披荆斩棘》第二季。恭喜大家顺利闯关第一赛段，接下来将由各位继续建立全能的滚烫家族。和第一代家族一样，我们将通过以演唱为主的 vocal 曲目和以表演为主的 performance 曲目，为音乐探索更丰富的舞台 live 表演形式，并寻找最全能的家族成员。滚烫之旅马上进入第二赛段，火焰部落战。那现在火焰徽章已点亮，请注意，各部落拥有的火焰将成为通往总决赛的凭证，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火在团在，火灭团散。我们首次发放的是12颗火焰，根据赛前规则，目前各部落已竞夺成为三个等级的火焰部落。总分第一的同盟各获得三颗火焰，排名第二的两个部落各获得两颗火焰，排名第三的两个部落各获得一颗火焰。我们首先有请本场排名第三的任贤齐苏有朋同盟前往会议区，同时也请两位队长各自领取一枚火焰勋章戴在胸前。哦，要在这里贴。这个啦，对，您在上面应该是这个，一人一个，别在这里吧，一人一个，只需要队长我们的小齐哥和有朋哥两位各拿一个就可以。对，哦嗨，哦嗨，我们自作多情了。好，请大家按照部落落座。部落、哦、部落按部落，我们是这个部落被拆开了耶。又拆开了。哦，部落要分开做，不是同盟。我们请本场排名第二的吴克群、张震岳同盟全员前往会议区，各自领取两枚火焰徽章。这个火焰徽章是能不能决定你进入到总决赛的一个？哦。我们有请本场排名第一的陈小春、张智霖同盟全员前往会议区，分别领取三枚火焰徽章戴在胸前。是要把我们拆开的意思？对。生生的要把咱们这个小团伙给拆开，让咱们之前捣乱。你们当时得知队伍可能要被解散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连出舞台总共已经是三次表演，我都觉得是有点伤感的。那我这我早就想到了。我们这个团伙是早晚会被拆散的，就是有点无所适从。我知道肯定会有这一天的，所以呢，有心理准备。之前四个人在一起，我做队长，我是尽量大家在一起都是开开心心，我们能相聚的比较愉快。想带上你私奔，也没有什么唧唧歪歪的，就没什么遗憾。再加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有所变化。在这节目的这个环境之下，有的时候就是个小小的人生嘛，小小的世界，我们大家有聚有散，这个很正常。将会是我们新的全新的音乐。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你也是。首先要恭喜会议室的各位哥哥们获得了你们的火焰徽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部落扩建。我们将会对我们活动区的各位成员发起邀约。抢人。各部落需要抛球邀约完成组队补齐阵型。活动区二楼会放置不同颜色的组队球，
这个球就是长这个样子。哇，抛绣球，狮子的那个。每一个部落选择一个颜色，成为你们的专属的部落球。希望什么样的队员加入自己，把他的名字挂在上面，然后抛给他。可是问题是，人家也可以拒绝啊。对啊，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本轮最多可扩建为六人部落，最少为四人部落，人数不得少于当前部落人数。哦，我们就一定要加一个人啊，或者少至少加一个，至少加一个，或是加两个。那是变六个人，要加谁啊？你不邀请一些强的人过来，很强的人就会去到别人的部落，那就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你要期望他能够有默契一直来我们这边吗？对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接下来玩什么？要跳啊？跳舞比较高分嘛。让一些能跳的来，能跳的只有两个人，杜德伟哥和范尔奇，就两个人能跳，能跳，其他都是 band 的。如果人少的话，我们可以选范尔奇，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范尔奇，嗯，因为他可以跳，唱也 OK， 他的声音很高的。熟吗？范尔奇熟，很熟，可以熟，不行。加一个范赛奇咯，我觉得。好，我再给了，好吧。杜德伟这个舞台，我是没想到范世奇是那么的有魅力。哎，不错哦。范世奇，放置不同颜色的醋。我觉得他们也想要拿到他。我觉得如果不是范世奇，就 Alex 哥。Alex 哥是 performance 的，范世奇也是 performance 的。可以啊 ，OK。商议时间到，请商议完成的部落在卡片上填写心仪成员的姓名。好的，那现在三、二、一，请哥哥们全体出发，来到我身边，向他们抛球。感觉这有点新娘的抛绣球的感觉。好像在比武招亲的感觉。好古装啊。蔡市长学喽。好，每一个部落一个。那个王八大一点，我要那个。来，我们开始呼喊他的名字。范范，范世奇。范范范范，范世奇，范世奇。范世奇，范世奇，范范范范，抛给他，抛给他。范世奇，范世奇，蛮开心，第一次被人抢着要的感觉吧。张伟哥，张伟哥，张伟哥，这边。Alex， 都给，都给，秀。这会儿这不会跳舞的就是就难受了。马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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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马迪。我们三个人声音其实基本上是以高，马迪他是低，那种饱满的。明白。其实我们始终还是相信，在这个舞台上面，音乐是最打动人的，所以我们会首选 vocal， 我们觉得很好的人。信哥，信哥，二岁。信哥，大长头，大长头。信。哎。如果在 vocal 上面呢，就阿信啊。perform 表演的杜德伟可以让他们两个去选择吧。我的目标是 X leader， 其他就也，哎，再说吧。好，那现在现场的各位都已经喊出了他们的名字，并且抛出了组队球。我们现在进行第一次邀约的环节，收到组队球的成员可以做出你的选择，想加入
谁的部落抱起这个球进入到会议区就可以。杜哥，Let's go！ 二楼。我觉得谁选我，我就去谁呢。他给了我很大的尊重，我也同样要回报给别人。长头，我来叫你，你都听到啦。老师，那个要跳舞太硬了。他们，周尊哥还有谁？李承铉，这看起来就是武林高手。我还没有做好那个跳舞的准备。可以不要跳舞吗？不跳舞。可以。耶！太开心了。范石杰，朱哥，车王，范石杰，范范，来嘛 ，OK。我跟 Mike 第一个秀就在一块儿，然后关系很好。这个冬阴功汤给范范，我的理由是因为你没有去过泰国。平时我们私下也会都在问范范你在干嘛，然后回完之后基本上就消失了。加油啊！加油！争取一起留下来。嗯。必须得留下来，等我会玩了以后，我去抢队长。我邀你，信我吗？好，行啊。范范，来嘛。OK。对不起，齐哥。对不起。我去找 Mike。我去找 Mike。被拒了。德伟哥。这个节目真的是很神奇，因为当我卸任了以后呢，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然后一个360度的改变，突然间我有三个选择的权利。德伟哥 Alex 杜哥 OK。 其实我跟陈小春认识很多年了，我一直都蛮欣赏他的。那我们选军哥。选好啊。那我其实一开始就说我想要跟军哥合作。大哥，我下次要跟你一组。好啊，你别答应那么随意，我跟你认真的。我们组回头带他扩大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是吧？那会考虑我吗？就是可以，我可以学。可以啊。那没想到今天，嗯哼，大哥你终于捞到我手上。军哥，哎 ，sorry。凯威哥，郝云哥 ，Let's go。哎，军哥，你也喜欢运动？完了，来一盒经典捐肾有机奶。对啊，我经常健身，高蛋白能够补充营养，选择好的牛奶。营养价值高哦，那经典确实很适合一直坚持高端品质。没错，因为有像娟山牛这种珍稀的奶牛贵族，所以才有这么好的牛奶，而且营养更高。现在都是4.0克的乳蛋白了，以后我们每天运动完继续喝起来。来，阿狗，请各部落找到挂有队长名牌的房间。分部落进入宿舍，稍事等待。啊，是要换宿舍啊？啊，换房间了吗？哦，看到挂着队长的房间了。对、okay。东西还没收呢。没，我们只是在这开会。哦，嗨。开会而已啊，我一会儿再来收。军哥，他们呢？还没到。啊？我是第一个到的。
先放下东西。要喝点什么吗，军哥？我不喝。啊，对不起，看看有什么。我觉得生活就这样，要接受各种变化。Be water 嘛，上善若水，真的把自己当成水了，你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难，所以问题不大吧。哥，哎呀，写完拆的稀碎，哎，又是新的局面了，军哥，信哥，你怎么办呢？你这三个人打呼，你怎么办呢？我想办法。军哥要搬，要搬家了是吧？老云哥，你在这里？哎呀，这屋比我们那屋大多了。云哥，但我们不是在这一间睡。我们不是换宿舍，只是在这边。不是开会是吗？你估计是选歌了吧？你不是在，你不是去春哥部落吗？春哥部落在那儿，在那儿。就他的房间，我在这边部落开会，先是在这开会而已。好，好，你在那边，德伟哥。好。嗯，你脚穿的。哎 ，come in。队长。队长。哎呀，咁多石柱。你仲使唔使带啊？唔使啦，唔使啦，系啊，不过其实我冇用过真。全体成员请注意，请各部落根据队长名牌进入对应房间。哎，雪哥，选歌即将开始，等你半天嘛。选歌即将开始啊、哦！我们还差谁？都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哦，对对对，我现在就混乱，不是我已经混乱了，我已经不知道谁了。我觉得我们无敌啦，舞曲完全 OK， vocal 完全 OK， 你知道唱演的谁不会演戏？欢迎加入我哋嘅团队，多谢多谢多谢，多多多多指教，前辈啊，前辈，多啲提拔。好的，正在各位队长房间的哥哥们，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我，哥哥们辛苦各位了。那现在我这是第一次来到你们家做客，实在没什么好表示，欢迎欢迎，所以带来了一些好听的歌曲以及有趣的规则，一一为大家来公布，也非常的重要。首先呢，为大家来公布一下第四场演唱会的演出规则。本场演唱会共八首歌曲，六首为部落全员秀，两首为加分合作秀，六首要全部都要参加，大家都要，不同盟。我们将通过两轮进行发布，首先来发布六首部落全员秀的歌曲。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呀、啊。哦，这个好听。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哟、啊。我喜欢这个。请帮我打一颗星，一颗星是我的。不要贪生的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哦，我每天在唱这歌啊，我每天都在个节目唱这个歌，居然猜中有个版权的。那我们来欢迎原唱。我要做愿不愿意？赢了赢了，全部票都在你这里。就被花季在整个夜晚，瑰丽在外却看幸福蓝，说自己脱不开，藏着大套路战。这个好哎，就是 Eyes 肯定跳这种，不好唱哎，这个特像音乐剧。对，这像音乐剧，但是歌，看到这，哦，有舞蹈。Interstellar 如果这样的话，肯定是外太空那种感觉。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 我只是觉得在音乐层面上面，我们是能够去驾驭这首歌，就它还有让别人惊喜的空间。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这首歌是最不适合我们，完全发挥不到我们的强项，这个好拖哦，对，平平淡淡。这个挺有画面感的，其实这个很中国风的。我想到那种什么《霸王别姬》啊。啊，这歌里边确实适合加一段京剧的念段里边，对，好像是。
皇冠。自弹自唱觉得好听到炸开了，这首歌太多人改过，我觉得会吃亏，而且不好唱。不，这个歌没有前面那个容易，这个歌有点难弄。对。我听见你的呼吸，正穿过我的身体，见过你梦的美丽，不忍叫醒。我觉得这首歌不好唱哦，对，没有唱功的这首歌不好唱。会吗？哪里不好唱？就是这个 X Part 特别 Rock， 所以这个很有你们两个吉他可以飞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因为能够放肩穿得下去。好的，现在六首部落全员秀的歌曲已经发布完毕了，所以现在为大家来公布部落全员秀的选歌规则。京东超市买同款，承包你的幸福感，开启竞拍时刻。本次选歌通过收集歌曲卡的方式进行，寻找歌曲卡的地点仅限于休闲区、客厅区、厨房区以及用餐区。在这四个区域一共藏有18张迷你歌曲卡，每首歌有3张，集齐3张同一歌曲的歌曲卡，就可以来到临时火焰交易所兑换这首歌曲的表演权。要冲，要准备冲了，要准备冲了。叫叫叫叫叫叫叫！回去回去，还没有开始，没有开始，没有开始，还没有进入现场。回去回去回去，已经冲出去了。他们回去回去回去，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快？哎，回去回去回去啊！我还没开始藏，还没开始藏，还没开始藏啊！我都还没穿，我都还没穿鞋。你跟我想一模一样，同盟嘛。你们要选啥 ？Interstellar 有跟我说。好，那各位继续刚刚的啊。就在这个环境当中，稍后会藏好18张歌曲卡，同时还增加了一张 X 歌曲卡。哇，它可以代替任意一首歌的一张歌曲卡。太会玩了 ！I'm here, leader. I'll fight this. 各部落每派出一名搜寻成员，都需要消耗100火力值。我们有824。可以两个还是三个？两个，可是每个人就要花100块了。我觉得我们不要火力值，每一次火力值到最后也没有用了。我们的火力值是843，我觉得克无所谓啊。对，抢到歌比较重要，我觉得。有谁很会找东西？我比较擅长。我去，就用喊的，就比如说我拿到一场游戏，一场，对，专心找一场，然后或是跟别人换，可以多抢。我们抢了可以送给月哥他吗？让卓西哥去抢啊。行，他没那么斯文，比较好一点。我们就抢，抢什么？请各部落做好准备，搜寻现在开启，开始了啦，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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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绝对不是你直接掀开一个东西能直接看见的。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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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这种东西对男生来说，怎么可以输呢？你在干嘛？男人有时候真的很兽性哎。变成一只野兽。Hello，Hello， 嗨，嗨，嗨，哇，嗨，找东西的时候，郝云不是很急躁，他觉得摆放那些幸运卡的都是我们女生的工作人员。他认为太重的物品，他们应该没有办法搬起来塞进去，所以他说专挑女生，这种小心思，是慢慢的看，慢慢的翻。我们
部落想找的歌呢，是吴问。这是真的靠这个运气，你想找的歌不一定你就能在手里。你想找的歌不一定你就能在手里。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有没有一场游戏？谁有一场游戏？谁有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有点想要一场游戏一场梦。两张来，黄大陆位置在要那个，我们可以去换到一场游戏了，最希望。哎，有没有一场游戏啊？交换交换。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我有四两三五哟。四两三五。四眼三问，咩玩玩？咩玩玩？上架，上架。哦。我就是去猜测，应该是会放在一些比较微细的地方的。成。什么？你们也是蛮离谱的。找一找嘛，都好好找一找，都好好，好好找一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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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他拿走了，有吗？什么来的？什么来的 ？S car， 真的来的 S car， 漂亮，要拿走了，王大陆，真的假的？真的真的，看一看 S car，S car， 来跟我换，换什么？我想要一场游戏，我们要唱一场，我们要啊，对啊 ，S car 被找了。S 卡没，找那个什么歌曲卡的时候，不知道找了一个这个墨镜，感觉是假的，就很轻，很奇怪这个墨镜啊，这个墨镜质量很差，不知道谁的，我戴着，如果其他哥哥发现这个墨镜是他的，来跟我认领。你的鞋脱下来。袜子里面没有个。现在开放重要线索，线索关键词是天花板。哦，天花板，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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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快快快快快快！嚯！哇，看天花板信！哇，看到了！哇！本次关键词飞镖。哦，飞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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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镖靶心，靶心。飞镖的指向非常重要，大家注意观察。本次关键词水壶。水壶，水壶堆里，水壶堆里，快快快！哦！没有想到藏得那么狠，什么地毯底下什么的这种，这就必须先捂了，找着的东西，结果就这样把那个房子快拆了。哎，有人！太吓人了！哦，喂。注意脚下安全啊！注意脚下安全啊！哇，这里发生什么事？兄弟们，小心脚啊！小心安全，注意安全。拆家了啦！提醒各位，哪一个部落？确定好你们收集到的歌曲卡之后，直接来我这里完成歌曲兑换。我们怎么办？注意箱。你要什么歌？你有什么？我们可以换。你有什么？但我们就一张。
你要换哪一个？吴问，好，来换，先拿一张吧。我是太被动，这个非常被动，太狠了。你们拿到了你们要的歌吗？没有。橱柜下方是什么？你要什么呀？一场游戏啊？对啊，但两张都在鹏哥那边。鹏哥很多卡耶。对啊，六张卡。现在是这样子的 ，Inner Circle 我们马上可以三张凑齐。艾森，这张是没人跟你换的，因为我们就差一张。我要拿这个去换有用的。我是，但是没人跟你换，因为我们只差一张。交个朋友，给他们，来，给你们吧，给你们吧。找七零，兄弟。你缺什么 ？Interstellar， 只差一张了。Interstellar 只差一张。对，在哪里？我们有两张。在有鹏哥呢，在有鹏哥那里。我们钱很多，我们钱很多。就说手气好吧，不要太骄傲。所以我口袋里面其实有最多歌曲的这个小 CD 小卡片。他们拿了六张，我还要打地主啊？那不然我们全部给你跪吧？没有，可我们凑不齐啊。小齐哥，你们想要五问？对，但是你只有一个五问，所以我没讲话啊。能送我一张吗？能送我一张吗？念在我跟你们的交情，我现在去问。小齐哥在找吴问，他只有一个吴问。我们这凄凉的，得可怜一下我们吧。那不管怎么说了，小齐哥，我爱你。怎么了？谢谢，我爱你，爱你，送你两张牌面最大。你们怎么办？我们不要这首歌，不需要啊，真的吗？我们上次一起同盟，真的大家都太爱他了，兄弟间就是会有情感。我说，齐哥，收着。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一场游戏吗？我们都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梦。我喜欢一场游戏一场梦，齐秦的袖手旁观，有宫廷的 Watts。一场游戏一场梦，我有两张，高达两张，我们牌面比较大。可袖手旁观，我们其实半张卡片都没有。你要去江湖上找那三张卡片吗？我觉得好遥远啊，要凑齐也挺。好遥远啊！你们一场游戏啊？一场游戏其实你很难改的。我们是 Xpart， 他改那个阿月。没有，因为一场游戏，我们终于不是叉叉叉那边，对不对？那边我们很多想法。那边我们也很喜欢。我们大家也是最爱这首歌啊。因为叉叉叉那边我们可以写很好听的歌。对，叉叉叉那你要没 Xpart 没有特别的话，那歌就很难弄。现在就我们，快点。大家商量一下，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先决定我们要什么。谁呢？那先凹一下。苏有朋那边有两张一场游戏一场梦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他们在纠结，就是我们先不要动摇，我们就是稳住。没关系，先等他们，他们还在讨论。没有确定的，先等他们。对，那如果是袖手旁观是比较逼，就很逼的那种很可以很多情绪放在里面，情绪的东西，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最强的，最强的，其实最强的，最强的，就是我们最擅长的吧。因为我们两个是唱情歌为主的，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比较倾向袖手旁观，那我就想办法去凑三张，明明有两张两手大王牌，我还有两张我是大牌面，可他们一定要那手三张都没有的，那就去呗。还好我这边的筹码多，那就想办法去换到他们喜欢的歌，那就给出去啦。交易成功，交易成功。你们要什么？一张 Interstellar， 大家都不秀 ，OK？ 大家都不秀。张震岳部落获得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Thank you, sir。辛苦。吴克群部落获得了 Interstellar 的表演权。到最后，大家都拿到自己最想要的歌以外呢，其实剩下的手里的卡也就相当于没有价值了。你们是要五问的对吧？我这一块。我们可以了。哎呀，我们今天有了，兵哥，兵哥，那你们就直接用三张他的歌曲卡换到了一张吴问的表演权。好嘞，各位，我有三张无与伦比。袖手旁观，你只有一张袖手旁观，要换三张吗？你就是 X 卡呀，你可以当那个袖手旁观呀，你就等于有了呀。我们是要拿一首歌了，其实。OK。Yes。Yes。歌曲换，歌曲换，歌曲换。没事了。恭喜雷啊！恭喜雷啊！恭喜恭喜恭喜！谢谢。拿到了，皆大欢喜。不费吹灰之力。你们安排这样玩，就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出来的。
复原一下，复原一下，归位。但是后来大家也很自觉去把那个东西收拾好，那个是也 OK。哎呀，我们真是把这里弄得怪兽们了。慢点啊，慢点，慢点。Good, good, good。好的，现在为各位来发布第四场演唱会的竞演规则。本场演唱会部落夺火战，六个部落将会进行一 v 一对决，胜方将有机会夺取对手的全部火焰。在这里提醒大家，火在团在，火灭团散。哦，全走。哇哇，团散呢？团战啊，团散呢？对手选择分两轮进行，第一轮双向选择，六部落确定心意之后就举起对手的抱枕示意，若双方互选则匹配成功成为对手。第一轮的双向选择现在开始。有朋好，他们送我一张卡、哦、其实如果没有那个卡的问题，有朋哥那个 OK 的。废话，我们讲义气的。总之跟谁打都不能跟齐哥打。是一个怎么可以暂时不能暂时随便，我们是我帮他弄，他帮我们的一起弄。 OK 啦，你的分析有你的充分的理由。但他有三个火焰，越多后续比赛的优势越大。不能呢，我们打谁？打鹏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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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把他们收了，我就是要收了我师父。那你自己上。不问小七哥，看你能不能可以打鹏打过。小春什么歌？小春私人生活，我觉得小春哥就不要冒险。真的吗？因为他那首歌，他那首歌，他有跳又很炸，他会搞气氛这些东西就比较麻烦。他会搞一些很厉害的 X part，、嗯、对，他会搞一些 X part 的东西。我是觉得要攻顶的话，就是攻他们。对，如果是下面，我会觉得打小七哥。小七哥那个歌场的问比较平，但我们只能夺取一火，很好了。是吗？鹏哥打不赢啊！啊，鹏哥哦，我不知道哎。鹏哥信在鹏哥那边。对啊，把信收了。另外你打信，你打鹏哥，你野心很大哈、哦，谁都想收是不是？现在是，所以现在是你收了我们是不是？现在其实你收了我们，不是我们收了你，你收了我们，你收了我。我一直也想打鹏哥。好，现在就是上次林哥。跟任贤行哥，就看要不要冒险或者是平稳。鹏哥嘞，鹏哥不好。你怎么老想打字？就是玩聊聊天。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们住在一块，搞让他们进度，对，他们睡不着觉。呀，半夜的鬼吼鬼叫。然后，保险一点还是说保守一点？我想冒险的、啊。对啊，我 OK， 我们听你的。因为张智霖他们有三颗火，要打就打最大的。我就是想要一次就攻顶。打智霖哥，嗯，智霖哥很好，他老婆对我们也很好。小春哥和那个阿月哥他们都最好都避开。阿月哥那个歌实在是太……一场游戏一场梦啊，那歌很红啊，太难打了。哦，所以你觉得是克勤还是智霖？打张智霖吧，反正打不打就打个大的，有道理，是吗 ？OK 啊，既然要抢，那谁的多就抢谁的呗。你来吧，走吧，那就走了。啊啊，齐哥跳的。我觉得智霖，我觉得打智霖哥，智霖哥是无与伦比，无与伦比的那个 X Pass 是古典的。然后我们这个是那个宫廷华尔兹，我们的长相很像哦，所以的。我个人是，可无与伦比是年轻人比较熟的哦，袖手旁观是老哥，不好打。我知道，但我还是这么想。对啊，我觉得
就是改变了。所以是打他吗？他们有志玲哥非常受欢迎，就挑战嘛。新哥觉得我都没意见，你们想干嘛都行，我就配合就好。那肯定想拿多一点的货。那但是小春哥那首是快歌，快歌其实不好打，现场观众因为会比较容易兴奋一点。我举吗？你举吧，你举，打他。吴克群不能打，他们就是比较快的歌，一直带了。对，春哥是也不能打呀。春哥不能打。张震岳是什么歌？岳哥。一场游戏场梦。不能打。所以只有鹏哥和小七哥。鹏哥是什么歌？袖手旁观。蛮难打的。七哥吧，想一想。我个人觉得七哥会有希望。哎，嘿！张智霖部落与对手完成互选匹配成功。现在开启第二轮单项选择。第二轮单项选择将由目前处于劣势的一火部落中苏有朋部落率先选择。我们先，一火先。携带对手抱枕前往对手房间敲响房门，即视为对阵匹配。现在我们选谁，谁就要跟我们打。对。鹏哥找谁呢？看我找谁。还没出来。来找我们啊，来找我们啊，来啊。人呢？没人。大家一起去，要去邀请人家。好、oh, ，Let's go。一起去，来。在哪呢？在吗？我要打你们。对，打什么？就是你打的。就是你打的。哎，有人敲门了。哎，来喽。爷，是吧？嗯。Hello。哎，对，我们的。大陆，请问我大陆先生在吗？我们可以打你吗？就是你们两个，真的心有灵犀。黑队成功，黑队成功 ，Yes。Yes。因为现场大部分都是年轻的观众，然后你唱的歌是不是大家熟悉的，其实很重要的。可是如果接下来就是两首老歌组嘛，一场游戏，一场梦和袖手旁观。那我就不太确定是不是每个人都听过了。哎呀，我尊重我的师父，我很敬爱他，但也希望跟你比划比划，加油哦，不然要被我灭掉咯，要收我当我的学弟咯，一定收你。副歌注意情绪管理。本次演唱会对阵双方除需完成全员秀之外，还需完成加分合作秀。接下来发送加分合作秀的规则。我们还要合作一场秀，还要合作，对。哇，真会玩。现在先为各位来发布两首加分秀的歌曲，请看大屏幕。哎，复古哎，复古哎，对，简单可是帅。这个很简单啊，对，这个好玩。这别，这个有一点风的季节，风的季节的那虫啊。人多作怪，我只能一条我心里穿，心里我都还迁就情感。哎呦，我比较喜欢这个。Yeah。我比较喜欢这个，这个舞比较碎，哇，这个比较难。虽然这首 groove 比较好，但是三首比较好使。对对对，就是我跟志玲他们用这首，其实还挺适合。如果是这两首歌，我选择这个，比较好。明白。那现在发布加分合作秀的规则：小组中对阵的两个部落分别参与不同的加分秀。
根据双方剩余的火力值，火力值高者优先选择想要加入的表演歌曲，而对手部落则自动加入另外一首歌曲。每个部落各派一人，组建成两个三人团体，形成表演对决。所以总共有六个人，刚才那个 dancers 有六个人，总共只有六个，所以每个部落挑一个人出去。我们现在看到各个部落剩余的火力值的情况，我没火力值，我们就很被动了。OK， 所以他们先选。哦，那没办法，没有选择权。我们可能只能是人家挑剩的了。志玲哥的部落，你们的火力值更高，所以请你们做出选择。丑人多作怪。好的，那任贤齐部落加入就是回到未来。接下来，吴克群部落选择哪一首？第二首，丑人多作怪。那我们陈小春部落自动加入回到未来。我干嘛站起来啊？对对对，刚刚来我身边，我还以为这是要有什么仪式。好。丑人多作怪的都很强哦，如果被派去那边很强哦。哦，我那会很好看的。好，那最后就是张震岳部落和苏有朋部落，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可是我们喜欢回到未来。对啊，我觉得你们最好是加入丑人多作怪。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商量 X part， 如果我们全是对立的 ，X part 没法搞。我们还是同盟的关系嘛，就不要互打，要么就是在一起。然后他们是比较喜欢丑人多作怪。那个丑人多作怪，好的。苏有朋部落自动加入表演，回到未来。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谁想去而已。我们来就是需要舞台 ，We need stage。不要客气，也不要说没客气，没客气。对，真的不要客气，你们想去就去。你想不想上？你想不想？世奇跳得好还是麦跳得好？麦比较好。你呀、啊，你跳的最好。我是 teacher 好吗？因为我觉得来的哥哥都是需要舞台去表现的。当然我也可以去啊，可是我进过马之后呢，我就需要玩一玩。我去。OK。可以。真的。OK。可以。有没有谁想去？我可能没戏啊，你们都要跳。我可跳不了了。我也没跳过舞，我不知道到时候练习我会花多长时间。我来吧。我很想上吗？我这首歌其实我只是比较想那个打鼓很好玩。那个是会蛮加分的。但是如果你想可以啊。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可能比较符合我吧。丑人多作怪。我加入马上歌曲，具体去参与合作的那位。其实我希望为我们部落去争一点这个加分回来，所以就想试试看。咱们就现在需要选跳水就行了。也想要多表现一下的。所以其实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比如。丑人多作怪那边可能会有很多人气高的人，所以这边一定也要是人气高的人，要不然跟那边人气没，你知道年轻人很认人，年轻人很认人的。如果两首歌的精彩程度差不多的话，人气最高是你啊？先看看，没有先看看，春哥那边也很强啊。啊，你们派谁？你们派谁？我们是韦伯，韦伯挑肯定丑人啦、啊。他那么棒。带着热爱登场，迎接每一次挑战，心向远方，永无止境，不断解锁新的自己。
就像爱玛一号 A130 搭载引擎新动力，百公里不充电，时尚灵动内外流行，快来和爱玛一起为爱发光，逐梦前行。嘿兄弟，我的爱玛一号 A130 百公里不充电，快和我们一起出发吧。本节目由限定珍稀娟山牛有机 4.0 克原生乳蛋白的经典娟山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京东首席赞助播出，京东超市买同款承包你的幸福感。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良品铺子高蛋白肉脯大片纯肉鲜香过瘾。本节目由和生元赞助播出，披荆斩棘放开玩，内在保护和生元。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我们超爱吃。本节目由双晶维生素 D 赞助播出，促进食物中钙吸收，陪孩子好好长大。本节目由外用致富蟹的丁桂儿奇贴赞助播出，外用致富蟹妈妈更安心。加入芒果 TV 会员，双周周四中午12点尊享滚烫营业。压力好大啊。压力，你们不是就那首吗？那至少是 OK 的，不用跳舞。这倒是确实是。对呀、啊，跳舞我就恨不得拿脑袋撞墙了我。那个至少是 OK 的，我觉得下一个应该是按年纪排的话，轮到郝云。如果说实在的啊，确实是咱们那一次就是赢了也很难往下走了。你比如说，就咱们四个。像这个加分题跳舞，你说谁去？对，谁都去不了，没有一个行的。万一我们抽到那题怎么办？对啊，那才精彩。就哭，怕抱头痛哭。对啊，那才精彩啊。其实没有那么难，要往前看，未来还会是美好的，所以努力呗。没什么可怕的。尘缘到期，出发。是这个车吧？哎呀，就过两排。哎呀，风中慢还不火。哎呀，我的幸运未足的幸运未足。我觉得就第一次看到军哥是在说唱节目，他还当帮唱，然后就很害怕他。就是他有一种那种霸气，你知道，就我就称他为郑军感吧。牌怎么样？今天不错。算牌吗？没有牌。我再去拿个椅子。我觉得军哥毕竟是个神秘人物嘛，他每天都是这样翘个脚，哎，大陆，你去，然后唱歌就是这样唱歌。军哥，我来跟你玩，就跟什么？唱这个。1, 2, 3，好不好？啊，我什么 key？A 调 A 调 A 啊、哦、，OK， 没问题。我错。在万年之外，我在梦里徘徊。太突然。等我练好的时候再开始玩它。现在自己还不太行，不好意思。对，玩他，没有，要礼貌，那个叫什么？逗他，逗他开心。可以呢，不可以，我其实不会把他们当作就是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大哥，就不好玩了，所以我跟之前纵贯线的大哥相处，或跟军哥相处。真的是来交朋友，对。哎，哦，不好意思，我今天也是带琴。哎呀，天哪！今天要带琴。对，我这次带了一把古董琴来，但是你带哇，带什么琴？在房间放着。哦，你晚上可以看。你知道在洛杉矶有一个琴行？洛杉矶那个二手琴行是吧？对，在 LA 也是一个华人。可能我是比较慢热的那种，给人印象是有点冷，是吧？但是确实是跟他们要沟通的再多一点。我有的时候会很容易沉浸在自己那个
想法或者世界里面，这是我的一个问题。你们吃，我明天不吃，我去减肥。还是我们断食三天？也可以。从明天，从现在开始就不吃。要不要？好啊，我们到公演结束后再吃吗？对，可以啊。一起断食一下，可以。可以啊。挺好，挺好。我没有说这句话，你们可以自己考虑考虑，我还没答应你们。我们决定要断食到公演后，完全不吃吗？完全不吃，完全不吃，你们会就只吃一下就去。我其实心里想他们疯了，你知道，就是何必啊？我一毫秒都没有想到蔡云过，因为我已经吃很少，还要我再吃更少，那我还不如我就是会很痛苦，我要跳舞哎。对啊，不可能，我不会参加的，不可能。这什么啊？哎呀，不能看，不能看，这东西不能看，不能看，别看了，不要看了。男人的无聊约定，大家都是大男孩，即知即行。好啊，走啊，坐啊。也不能乱闻，这味道，对，什么味道啊？冷气里面不能闻的味道，闻那烧烤的。哇。你有没有想好我们节食完、断食完之后要吃什么吗？断食完好像只能喝汤哎。嗯，对啊，流质。流质。对啊，一定是。我突然想到，我好想吃印度的咖喱。印度的，不晓得长沙有没有？早安。早安。我们真的，我不看你。我不看。我不看，为什么？他们节食，什么意思啊？他们到公演前不吃东西，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一种约定。我觉得不吃东西对身体不好。我们先走了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断食愉快。很快啦，那个一天已经过一半了，那五个小时就我们就24小时了，怎么吃？喝好多水，而且想尿尿。我一开始起床已经喝了很多水，感觉起床的时候有点饿，疯狂灌水。辛苦了，各位。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太辛苦了，帮你们准备了一些烤鸭跟那个印度咖喱。真的假的啦？真的，开开开，快点看。盼望在自我挑战的。自我挑战的几位盟友们，我们是出自于关心，这是很讨厌的。哇呀，烤鸭，老大，赶紧，口水，不会累了。要么明天再看。看到有点没有胃口的感觉，就是啦。天哪！不要让我看，不要让我看到。贝贝，你拿一下，你先拿一下，因为这要过场。我们要，我要集体行动，我不能我吃，他们俩不吃，那太过分了。他们不会怪你的，你军哥哎，很快，太过分了，拿开。不要让我看到，你先放这个。你是长辈，你要给他们有一个台阶下。我要给人家。你都吃，他们就 OK 了，就城墙就破了。我番茄锅超好吃的，来了。那个火锅，滋，然后从盖子喷烟哦，不是冒，喷那个烟，
我一直在吞口水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分泌唾液真的是超级夸张的，是吗？在打坐，你知道吗？好，我们抵御诱惑。What do you want？ 哇！忍不住。哦。对啊，好，我再加一点咖喱。我一直给他们心理压力，说未来的三天都会有人一直不断的来。啊，我们来。哎呦，是好儿子，又有白饭了，又有白饭了。是，还愿意再转移注意力。对啊，我们来看一看。那个是什么？卤味。卤味。嗯。又来了。你是第八个人过去了。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来，比特。你不能不给面子吧？比特不给面子，他就是不给你面子。那就比特就不用，打个人还是找比特吧。忍啊，其实那个一定要忍的，对对，不要让人家看清我们好吗？哒哒哒，哎呀天哪啊，好饿，身体就。其实还好，倒不是很饿，但是因为我们还要公演嘛，体力有点担心。我看今天比特有点摇摇晃晃的，为他有点担心。他说也有点头晕，感觉我还是可以撑下去，但两个大哥好像不太，对，不太 OK。我最近是第二天，然后，哎呀，斌哥你割到手了，没事儿。什么？割到手？有那个急救箱。就军哥他不行了，他一定要吃。他今天切到手，会不会已经精神集中力不够了？他昨天就已经已经坏，割到手了。是，今天又两次，赶快给他吃的，快点给他吃的。出门前，军哥还好吗？可以吗？还好啊。军哥脸有点白啊，不是，我们现在严重怀疑你这两天切到手的原因是因为没办法集中了，是恍惚，恍惚了，恍惚。这两天他们成功了，然后等一下我们约好一起吃点东西，因为我怕军哥不舒服。军哥再有魅力，年纪也大了啊，没有。嗯，怎么样？第一口感觉怎么样？啊？好啊，好啊，军哥好啊。他们几个我觉得都属于那种就是很可爱真实的人，大家一起再断食个三天，也是友谊就你更容易培养起来。人生怎么可以没有烤串？哎，拆了。结果那个，我们被拆散的三个人晚上还是要聚在一起，晚上还是聚在一起。我们上一期的第几名？第二名。对，说拆就拆。你第二名是吧？第一名的照样拆，谁也跑不掉。开始练舞了吗？啊？开始练舞了？没有啊。别着急啊，大家都会的。脱离了我们这四个人，我就感觉，还是要再适应适应。哦，有舞，哦，这首，啊，这首就不要。我认为 Interstellar 才会是大哥。如果我们表面功夫在一起的话，肯定我会选一个不跳舞的歌。哎，舞蹈怎么样？没练舞蹈的。你就把当舞担，当 C 位。马迪要跳舞了，这回。是吧？好。其实我觉得如果跳前应该很帅。马迪 ，OK？ 可以啊。耶。大部分哥哥还是很关爱的，会问啊，需不需要帮忙啊？没问题的，有什么我过去指导一下，也就什么事。吃饱了？没，还没吃呢。练舞呢？对啊，劈叉子呢。加油。只有信哥是幸灾乐祸。我一定要看他跳舞。上右，动，加，动，加，动，动，加，动，动，然后中间稍微往下多一点，嗯，对，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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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我一个装作完全四肢不协调的样子。我没跳，我这是第一回。但是你很协调啊。但是你起码是四肢协调。啊？什么意思？亚洲舞王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呢？不就跳舞吗？是开玩笑。Let's go, let's go, let's go。学两个动作就这样，我的天哪！舞王，舞王，舞王，东北舞王，东北，我是北京的。哦、北京，北京，北京舞王，北京舞王。我终于有机会唱完歌了。那个最后一看，然后喘得很做作，是吗？我觉得最油腻的是这样。哈哈哈哈哈！那个油了，这个表情包吗？你们说这些东西我都做过。我跟你讲，你们这次跳完也会这样子哦。啊，我绝对不会笑，我不要笑，都不要笑。如果有幸这回我没走的话，下次咱们可不可以不跳舞？可以，可以啊，必须不跳舞。说好了。什么？如果有幸这次我没走了，下次可不可以不跳舞？你不会走的好不好？为了你不跳，不跳了，不跳了。你别问我，夏龙我不在了，你问我干嘛？走，你们两个一起走啊！两个仓木头，咱们一起走，一起走啊，一起走啊。马迪。跳这首歌呢，就是一个挑战的。我觉得让他跳一点 OK， 但是他不能全跳，不能一下子拿自己最不擅长的出来跟人家打。文字才是他最强的力量，他的文字是32个歌里面很独一无二的。可是他假如全跳，然后把他最好的，我觉得好可惜。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跳一点，那会很迷人，大家会觉得OK。我看到马迪，我很难忘记上一公的时候，他第一个冲向门口的那一个画面。走喽！又来，走走走走走！哎，你们要往哪儿走啊？那时候大陆跟我讲说啊，马迪可能会走。我突然有一种不能。我觉得你很值得被看到。我已经体积够大了，他们会看到我的。他们可以看到你嬉笑怒骂的一面，没错。可是你有另外一面吗？我只需要他们看到你那一面而已。我现在基本不在乎这件事儿了。不行，但我在乎。我找你来就是因为我在乎，我觉得你要被看到。我尽量去做，我尽量能把现在我能做的做好。至于结果，其实我不太看重，但我希望我们可以留下来。好，出于我自己的自身性格，我没有那么想去表现自己，但柯军哥想让我往前再走一步，很能激励我，很鼓励我，让我感受到了温暖。 XPAR 目前就是呢，我会唱那个歌剧的高音，然后呢马迪会吟唱，有点像白鸽那样的方式。要不我写你来，我好记住歌词。我帮你写，我不要，求你了，我不要，我爱你，我也爱你，但我不要。好，迪哥，我跟他认识有3年了，因为我们有共同朋友，然后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也有一起吃过饭，反正也会经常那个朋友圈里面，大家互相聊个天啊，点个赞啊什么的，爱子是所有歌里最小的，我最早认识的时候很乖。来给我站一个对面宣战，宣战。他现在变得比以前活泼了很多，没事撅个嘴啊什么的。为你在外去干辛苦了，很迷人哦。
再撅腿我就抽你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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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你的嘴当当当当绕去了。虽然撅嘴的时候特别想让人给他一拳，但是特别可爱，我很喜欢他这种感觉，他的那个情绪很能带动人，让别人轻松下来。嗯，好爽哦，玩这个。对啊，找到了以前的感觉。我们今天主题呢是你有多久没听过童年的声音了，今天让我们在这就玩一下斗鸡。斗鸡这个就是爆发荷尔蒙的时候了。对，然后每个部落呢派出一个人进行比拼，在规定区域内三人开始斗鸡，双脚落地就为失败。 S 上 S 这个还是得靠你。牙签牙签吐。你可以师哥你来吧。啊，大陆大陆上了，大陆 Ice Ice Baby 输了没关系。 Ice 自信满满的走上赛场。爱死人嘞，怎么还没来？爱死人。这种不尊重对手的行为直接扣十分。我怎么觉得加十分了？三二一开始。走啊。来来来，爱死人，爱死人，先把墙的。爱选择先围观看热闹。哎哎，等一等，艾斯干嘛凑热闹？哎呀，哎，艾斯赢了，艾斯赢了，什么情况？什么？奇妙！哇！站在旁边赢，哈哈，居然赢了，这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传说啊！想到无数个结局，但是你千万不要现在骄傲太久，因为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总决赛。总决赛，我跟谁啊？范世杰和 Ice。总决赛，总决赛，三二一，开始。艾斯，你小心你胸口被范范顶到。范范，你小心艾斯顶你膝盖。我也怕呀，我也找不着的腿，我都。你看，你看，你看，来喽，来喽。哎，艾斯找个，拿一个从脚垫的方式去往上顶啊。往上顶，快点，往上顶。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上顶空了，没艾斯没顶到。哎，艾斯加油加油！不不不不不不不！这节奏，哎呀！哎呦哎呦！稳住稳住稳住！哎呦！我顶不着，他怎么没人乐赢啊？童年最快乐的人就是艾斯，应该是吧？什么游戏都玩过，什么游戏都在行，太厉害！好莫名其妙的游戏啊！鸡王，鸡王，鸡王，想娶鸡王那个。要谈什么？哎，麦，哎，志玲哥，在背歌词啊？对，来一片高蛋白肉脯，为你打个辅助，大片纯肉，嚼得过瘾。两米不止，高蛋白肉脯，真是辅助担当啊！你等我呢 ，baby。又吃冰雪糕？嗯，快好了，等一下。我，你这个面条煮了一年了吧？没有啊，我刚，刚弄的，因为我知道你备菜很长。哎呀。So sweet， 但是咱能不能不要这么晚还吃雪糕了呀？啊？帮我看一下。看着呢。我看一下这个熟没熟，我先。熟了。熟了，熟了，可以吗？嗯啊。Baby, we could strip it down. 你可真是米其林厨师啊！好，
再接一点水，然后。我这个面条再试一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啊！看啊，你看到这儿连一块儿了吗？这硬硬的，又回去了。我不吃了，我不吃了，这面爱谁吃谁吃。熟了。以后不要轻易的去答应人家给人家做东西了，好不好？哎，好吧。浪费我的时间。又吃一根冰棍儿，我生气啊！哼。我跟麦克，我们俩，哇，终于又一对了。出台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在一块儿，就会形成一种默契。就有些话可能不用说的太满，但是能意会，能懂。小七麦，尝一口。不要。有我的好朋友揭露啊，我们的部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情啊。又有人来照顾我了。我熟，我是天生自己，我也很喜欢。麦比较麦克不是太熟，没关系，看你怎么表达那个歌，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语言的问题跟不上他们。马的那首歌有六个人，所以我要唱的部分很短的，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你现在记了多少？黑呀黑呀，然后就没了，只能上黑呀黑呀，完蛋了我。黑呀，志玲哥，我们需要那个丑人多作怪。Mike， 哎 ，Mike， 这一次他也要去两个舞台，所以他去处理的东西就乘二。那就是比较辛苦了。你们练得怎么样？啊，练得怎么样？还好，现在还在分鸽子。这个加分题，我代表月哥部落嘛，反正是代表克什部落，麦代表志林哥部落。我在猜，加分题应该是可以加五十分。那如果我们能在第一轮就领先很多的话，可能压力就会少。但是如果是输的话，那这个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对。好多歌词啊 ！Yeah, so crazy, man. How's going through? I'm like, oh my god. 我承认啊，写出来。我承认啊。好的，好的。我承认啊，写出来。就是，我承认啊，就是你，我觉得你要把所有的你那些想啊、耍啊，你只要发前半段就好了。我承认，你会想耍赖。我承认啊，还写出来。我承认啊，还写出来。我承认啊，还写出来。麦克，你有听到刚刚说要把整首歌都学下来吗？你要会唱整首。丑人的歌词很多吗？好多啊，后面都不一样的，只有一段不一样了。对，嗯，歌词方面可能对麦克来说他可能会有点难，但没关系，陪他练。老师好，旁听生麦克的翻译。分完词了吗？分完了，嗯，分完了。你唱哪儿？那不标呢？哦，你是他们队的哈？对啊，兼职麦克翻译，麦克翻译。哦，兼职麦克翻译，你会帮他？我会帮他捋，帮他捋。丑人多作怪一句，然后这一句，这两个是你自己吗？你自己。丑人多作怪 B 三。范范，他现在当我的翻译老师，在一直陪我，让我感觉就。感动的。Is that day like it's totally off, man? What is totally off? 给麦克一个好的语言环境，多说中文。啊，不好意思。比我都还迁就于情感，而不敢去想未来。替我软也不行，二十三，可以陪你，不能替你。OK。哎呀，麦克学的就是快啊！没有，你 OK 的，一举给我鼓励，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对，所以现在我就比较自信更多了。
Oh, this is going to be hard, man. Huh? This is going to be hard. Okay. 连麦跳过马的他都说，嗯，这有点难了。你要说我 rap， 就算我可能有很多人比我强，但我不会认为我自己是完全到不好。但是跳舞，我是觉得自己是完全不好。这是我演艺圈碰到最大的挑战。可以说。Oh my god！ Boom boom bap bap， 压下压压压。Oh my god！ Oh my god！ 可是他们学舞都好快啊，来一下三四个钟头，把我四天的全学完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的焦虑。我是二十几岁开始跳舞，二十岁也挺好。我是壁虎漫步才开始跳舞，可是你说要像小时候跳舞人跳成那样，还是有点难，所以我只能练了，就只能练。我不想扯他们后腿的。我可能第一天是笨拙了，但第二天、第三天到第十天，我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人。看到我的眼神没？我被我自己眼神吓到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以前真的要做一件自己要赢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出现眼神，所以，我不敢说很好，但真的比第一天好。第一天真的，我真的觉得这是啊，我长得像个肉粽，就是啊 ，Vanessa 很瘦，然后穿得很薄嘛，啊 ，Mike 也特别瘦，然后我又穿了一个就是也像肉粽，你知道意思吗？你们两个太瘦了啦！我看起来像个肉粽，没有，我看像一个肉粽的，啊，没有错啊。我刚跟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他们又高又瘦，我像一个肉粽的。你还要吃饭吗？啊，连麦真皮特都说我是肉粽啊。我今天就吃两盒就好了啦。我要吃饭。为什么给我两份一样的啦？你还吃？我的命好苦啊！我真的很圆啊，那个圆，我觉得我不是长这样啊。后来找出了原因，裤子的关系。我可能算是最省的哥哥吧，这三公都穿一样的裤子，哈哈哈哈。啊，怎么了？叹气？我俩被……嗯，皮肤还是乱七八糟。然后医生要给我一个新的药，但那个药我也没听过，他就不给我吃那种激素的那种。那，所以你现在的皮肤状况这样，那你还得化妆这些怎么办？我还真不知道，搞不好我就从头到尾戴眼镜吧。如果真的上妆，皮肤又变更过敏，就可能真的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心不在百分之百能投入在舞蹈部分嘛，因为怕我自己飙得满全汗，那如果变更过敏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我给个作业给你们啊，就是你们要定下来到底你们是什么样的角色，啊，或者是否你们整个 team 是什么？我是个小胖子。比如说是你们是否是三剑侠 ？OK， 啊，我不知道。那你们到底上这舞台，或者是这一次主题是要干嘛的？你们一起要干嘛？干一件什么事情的？穿着干掉回到未来。这是我使命啊，没有别的。有朋，请问一下，你现在有空吗？在我的房间，小孙也在了。然后最重要是我们人选，自由推派的话呢，有没有什么理想的组合？我主要是也给点空间给年轻人去上一对的这个，我并不需要担心到有没有有多少分有多少分，只要那个表演是好看，也是要有人气啦，不只是年轻人而已，就他的排名要是前面的才有帮助，这个很重要。听说这个他的加分比例蛮重要的，加多少了？比方说各加五十啊？要扣吗？输就不扣，可是五十就加到人家那边去啦，加到人家那边去，那就会很危险啦。我们可能，而且我们输了就会团灭哦。对，我们输了就会被打散哦，我们就没有了，我们三个就没有了。可能三公才开始真正的竞争，就是六队里面有三队是要团灭、要解散的。
那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可能必须队长亲自出马才行了。我这边跟队员我们有过公司了，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然后我们有弟弟是排名在后面的，他们可能就要走，所以他们也明白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嗯，如果大不介意，我可以上，因为我小时候还蛮喜欢跳这个。说真的，我希望他们多点机会磨练，可是这个舞台恐怕不是让他们成长茁壮的一个摇篮，而是直接血腥的战场，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披挂上阵，身先士卒吧。加分赛对我们两队来讲都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事儿。如果三个队都有共识要打三个队长牌，那我们可能加分赛胜算会大增。可是春哥那边一直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这首歌的音乐一出来就就是严苛了。啥时候拍戏啊？好像四号开始吧，他一拍到九月中之前吧。如果严苛去就也要有压力，他要拍戏。因为程轩他一来就说，回归未来也不可以吗？那我不要。但应该不会去了吧？那得要想想。哇，回到未来谁上啊？其实呢，我们四个呢。都很想上，都不太想上。然后我就跟小春说：“那我们两个扛，就猜拳了。”青春魔高叉烧，哎呀！好嘞，我猜输了。但是小春就说：“啊，莫雷了。”杜导本来是脚受伤，所以就没有想过用他。选的时候不一二三跑，他说：“哎，他输了。”他输了也，但也不会让他那么辛苦劳累。我说我去了吧，因为毕竟我们认识超过三十年了。He's my, you know, idol, boyfriend. What a boyfriend. We're family. 今天啊，哦，我以前是他的 homeless dancers。哦，所以 guys are like brothers. Yep.但我们也吵架，呛到那个脸都红了。Why man? Why me? 是 Why not you? 我是 Why me? 杜基已经60岁了，他是我的队友的话，我一定不会保护他，不会让他输，也不会淘汰，也不会让他干嘛。我尽我能力保护他。小吉哥，小鹏哥，回到未来，加油！各位兄弟们，来了，去上课了，来了，还要好好练歌哈，加油！晚一点我们可以随时讨论，好不好？一会儿见，齐哥。OK。小齐哥，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三个队长出战，把那个分数拿回来，谢谢他那么辛苦，为了我们那几个小弟去拼命。Go back to the future。我有跟鹏哥说，鹏哥，大家都一定会尽力。自由的节奏。春哥，那个秀可能要花很多时间，他太累了。加油，春哥。Yeah。哎呦！哎呦我！哦，我晕了。哇！哎，哦，那个怎么起啊？下上。希望我们不要啊辜负我队友们的期望。嗯，这队友会感激我们吗？容易吗？我们很不容易啊。小齐哥没回来，不容易。哇。绝对大排档的感觉，想吃吗，老板？是啊，我们都点了菜。我觉得上次焦一点好吃。我拿了好多虾翻嚟啊！我哋今日打包食唔晒嗰啲蟹翻嚟啊！喂，这个虾要，这个虾也可以拿走。你那边还有螃蟹要不要？对，有。太棒了！我们可太会过了。OK 吧，可以。哎呦妈呀！不，全哥老板。哦。哎。其实我煮饭不是太，我不太懂，
就是我找三十几个哥哥来当白老鼠而已。胡子啊，我胡子。嗯，可以，可以。抱歉，还有香辣螃蟹。哇哦！哇，来吧，太厉害。油就不要太多了，对。哇，外面这么开心啊！啊，哎，刘一姐给腾过去一下吧。大家伙都在哇，大厨，小春哥来了，大厨，这个肉真入味。小春哥辛苦了。还勾芡。对啊。不好意思，改良一下胡椒螃蟹。OK 吧？完哥，你真的完全像是美食节目。哦。我是煮一个意大利面。哎，淀粉的快乐，淀粉的快乐。吃完这口面，算是就幸福感就满满。哇，哇，好爽！你今天生日白跳了。不要想别的，开心的吃一顿，然后明天再努力。和生源奶粉，乳桥蛋白，激发内在保护力。刚来这个有感受到一些适应或者怎么样？对于我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啦。靖哥，靖哥，军哥，走了走了，下次见了啊！大家都已经有经过相当的修炼，新的一篇马上就翻过去了。来了，哎，靖哥，欢迎欢迎，翻完了耶，好。你们俩人为老板，请坐，请坐。苏有朋，以前他还在小虎队的时候啊，他十六七岁，我也十八岁左右。那时候我就跟一个女孩子聊天呢、啊，可是那个女孩子就到苏有朋的校门口等他上课啊，然后就陪他看苏有朋。苏有朋，他那时候还是学霸来的，然后我就看到他坐着出租车下来，然后脸很臭，然后就进去。好，各位兄弟们，主音唱得到吗？我第八吧。没事，反正我就撑着嘛，你能唱得到了就唱。太开心，这一次遇到了信这个大炮级的大 vocal 过来，哇！而且谁能够都像信一样，没有音域的障碍呢？他真的太强了。在哪里？听不到。大炮，等一下啦！大炮，等一下啦！我要唱啊！大炮，等一下啦！大炮，等一下啦 ！OK。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啊转，听新歌唱歌真的是享受，真的是享受，对吧？这是真大神，这是真不愧是正儿八经的大歌手，专业的就是不一样，不要拿自己的爱好跟别人的饭碗拼。你的脸吗？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啊转，不拿什么可见的遗憾，我学有歌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哇，打不打？那打的话，哈哈哈哈信哥他有很多这个很皮的想法出来，突然间做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大家看到他就会很开心。你最近好吗？
什么的。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又想，真叫人为难。特色，真的，你小指头一定要翘起来，还有你哦。真叫人为难。多缺一些，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信他的性格又非常的乐观，非常的 chill， 他能让大家放松心情，然后用舒服的状态去面对挑战。所以我就建了一个 OK， 苏有朋三公袖手旁观。性格很有精神，他不用练太多，练的只有弟弟们练。他闭目养神，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你。那前面好好唱，我就不要和了。这样焦点才会在你身上。对啊，我一和就，好，谢谢新哥，非常好的前辈。其实他一直在分析你们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不好，他一直有听的。这个就是大师傅。那最后一段大合唱这个，你要唱和音吗？还是什么？你要决定哦。你觉得？我看你呀、啊，我都看我、啊，反正我就练好等着。如果你觉得不行，你想要换回中音，那个不太好唱了，对。我觉得你唱吧，和声和音。我看你蛮想挑战的，我觉得你应该挑战一下，越来越难。他会让我们去表现自己。我觉得你那个蛮好的，哎，他刚那个声音很有个性的感觉，刚好跟我们都不一样。唱的部分，新歌不会很严格的改正这个方向，它会引导我们去解决问题。随便你唱哦。身体更痒，真诚的唱出来就好了。因为你唱的时候，镜头在你脸上，因为有一些就很真诚的唱就好了。好，我觉得他的加入真的让我们部落变得更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新哥的加入。青岛原浆麦香浓郁，每一口都是鲜活绵密的口感。哎呦，我们两个人啦。哎，最开心还是四个人的时候。对啊，虽然很挤啊。现在没有一大哥问大哥，就是。哎，我的茶呢？我的茶。对。哎，我的手机呢？完了，完了，完了。哎，我的茶。哎呀，就是，啊，哎呀，好痛啊！哎呀，哎呀，我的茶。哎，我的药，茶。多好啊，是吧？对。哎，这挺好的，早点回家也可以啊。哎呀呀！一哒哒一哒哒一哒哒，一哒哒应该回北京了吧？对，他回北京了。哎呀 ！Everybody say ho ho！ 来，给你尝一个，你吃完你会觉得真好吃。你都没水了啊？啊，感觉很安静吧，对吧？很安静啊。对啊。现在我们洗澡都不用抢。对。是。随时随便洗。对。那我先洗澡啊。你洗一洗。好。我是队长队员杀手，真的，就每一次都哎，义工把队长送走了。那我上车了 ，OK， come on，OK， 第二公把我们两位队员也送走，对不起。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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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就不是开心的事情啊。人生的时候，就像我们是第三宫，希望全员安全。啊！哎呦，我的天哪！来到这个部落，其实私底下已经都熟，好像少了很多需要磨合的时间。跟云哥是之前已经在同一个同盟里面，俊霖就已经合作过很多次影视作品上面，卓西就认识很久了，以前在香港电视台的时候就认识。那小齐哥就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一直喜欢小齐哥，喜欢他的个性。我第一次拍《神雕侠侣》的时候，我去是面试歌手的，我只是拿主题曲去给制作人听，制作人说，听过，他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打？我说我打架我蛮厉害的，我会打，那你来演好不好？我说啊，不会吧？那我就会演喽。它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们的造型比较不一样。那个时候吴倩莲的衣服是比较彩色跟暗黑，不是素衣。哇，以前好喜欢他。女生，你最渴望跟谁合作？还没合作过的。还没合作过。对，林青霞。哇哦，卓西，你有没有梦想的？王祖贤。合作过王祖贤。还没合作过，一直梦想合作的。其实基本上都合作过。哦。发过没有？只要发过没有？你不是一直都想跟我合作吗？这肯定啊。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我。女生的云哥还有发哥，哎，对，这个排序非常到位。各位，先说云哥，最后才说发哥。对。郝云哥之前给我感觉酷酷的，但是到我们组了以后，我觉得，哎，还挺好玩的。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在那个后院里面，然后他堆火，然后去弄烧烤给大家吃。然后烤肉吃。方不方便？你柴什么来的？因为咱们的厨房里不是有木头吗？我给它劈出来。牛肉，一会儿出来吃。别的不行，哥们就玩火了溜。郝云其实他很有本事，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宝藏。哎，好听！我怎么这么优秀？你已经去巡回演出了。我练小曲儿。是从事音乐专业的，然后他会有很多音乐专业方面的意见。那哥呢？我先说啊，那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小齐哥从音数开始就会吹笛子，所以有可能他吹笛子会跟第一句第一个字压着，对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前面再给加一小节，让他把那气口留足了，会好一点吧。因为有一个段落有个修改，就是现在 X part 是一个二胡一出来，一下就特凄惨，就掉下来惨可以，但是你就得要有一种悲壮感。
然后呢，希望 X part 的后面加半段副歌，把情绪顶到一个峰值。如果是峰值的话，那就是峰值要100再加10。X part 我们其实设计的就是齐哥是在吹笛子，我在用京剧念白的方式念重耳和声带后声那一段。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尘，重整河山。我专门是这个请了那个谁，那个谭正岩是那个谭派第七代传人哦，我跟他认识很久了。我在请教他的时候，我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学过武生的歌手，他说是谁？我说郝云，哎，他也认识，所以他刚刚也他昨天打电话，他问齐哥好像是学过武生啊。哦，你是学过武生的，那太厉害了。我小时候也误入歧途，走过弯路。不是，你现在是误入歧途，你以前是正路，传统戏曲。我觉得这个组的所有兄弟们给了我足够的尊重，在某些方面，第一个先征求我的意见。服装目前也只是一个想法。就是偏那种像 UGM model 那种感觉。我觉得还好，就是大眼一看有点戏装的感觉。尤其左边那个，这个对我是会感觉你是被他们需要的，比较踏实，也比较安全。靠他啊，我靠浩云啊，我们。点啊？我们要拍视频，要突出我们这个组合的。阿峰做视频师都 OK 嘅啊。哦，可以，我帮你哋拍咯。累死大家，这剪出来应该还行吧？好不好剪？还好，辛苦你了。就平时我给我儿子老剪那个小视频用的，我你真厉害。这个软件，就这个软件，刚好我会用就。哇，帅呀！这个跳下来，这个挺高的跳下来。OK。果然是动作片拍的多。熟悉还是年轻人嘛，有劲儿。老二年轻哦，跟我比你小十几岁好不好？卓西哥过来审片了，来大家欣赏一遍成品啊！十万火急第一镜 ，Action！太感人了，这个真厉害，剪接真快，你知道吗？其实说是部落，但是大家已经在一起生活一个月了，就是其实已经可以不用分什么部落什么组，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这次的合作还蛮和气、很快乐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打好这场漂亮的仗，这样。好运来，那个好运来。但愿能带来好运吧，是不是会真的？幸福是什么？是清晨的一杯热牛奶，是由内而外的焕然一新，是一些奇思妙想，而这些幸福感都来源于京东超市。打开京东 APP， 点击左上角京东超市，品质好物一站购齐。京东超市，幸福来敲门。京东。六大部落总火力值低于对手的三个部落将有成员面临离开的危险。三个部落中啊，
火灭团战哦 ，Broken family, people die， 这个哇，讲这么严重哦。第三攻就是殊死战，必须要最大限度保全大家继续留在舞台上。马蒂他们不吃不喝就练啊，太疯狂了吧！我想把这四句唱成法语，看怎么样。反正那个导演呢，他同不同意还不知道，但是现场演的时候，不管他同不同意，我都讲法语。以前不觉得输赢那么重要，今天不是你输就我赢。哦啊哦！披荆斩棘第四场演唱会正式开始。Oh my god！ 还有电影感。对，太厉害了，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请查收离开结果。I hate this part。临走前赶紧把能拿的就拿了吧，谁要洗粉啊，赶紧拿走吧。干嘛神情那么沉重？我们要有人走。哇，太大了吧！哦，欢迎光临。看看他真的很帅，怪不得那么多人爱。今天是摇滚 band 是不是？还挺酷啊。潘玮柏，哦，好饿哦。杜德伟。快点，干脆我们打个赌啦，最赢的可以要求其他四个人做一件事。哦。哦十万火急依旧。太感人了。要睁开几次眼睛才看见孤独，要捂住谁的耳朵才听见你不哭，回望到一半的日出，曾天真盲目，丢失你的每一步，我笑着铭心刻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披荆斩棘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节目点评，记录你的披荆斩棘之旅，参与披荆斩棘微博实况讨论，与更多有趣的灵魂碰撞观点。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合作平台今日头条，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支持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大庆市消防救援支队、晋中市消防救援支队、三明市消防救援支队，时尚合作媒体时尚芭莎，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一点资讯、扎克，特别合作百度贴吧、百度输入法、 UC 夸克、好看视频、美图秀秀、斗鱼、智行、讯飞输入法、 YY 直播、网易邮箱大师、怪兽充电、智联招聘、闪萌。
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